下一位是陳志全。主席，武漢肺炎咧爆發咗新冠肺炎爆發咗三個月啦，而家嘅疫情咧仍然係非常之嚴峻嘅，即係香港有幸係呢幾日冇一個好大幅嘅飆升，但係我諗在座嘅官員都唔敢講話呢個疫情係受控。但我擔心嘅就係咧，今朝尤其是聽到林鄭月娥出嚟即係見記者嘅時候咧。可能因為香港而家個數字係115單啦，咁同全球去比較咧，的而且確係相對較低。咁佢就好似有啲沾沾自喜，甚至乎係自我感覺良好，想開始邀功啦，即係話香港都做得幾好，做得比人哋好咁樣。我希望我哋嘅官員千祈唔好有呢個心態。其實大家睇到初期的時候，我哋成日救病話我哋政府是慢幾拍嘅，無論是口罩、係醫療物資，定是相對一些封關的措施咧，都是做得未如理想，好像是我哋逼佢先至做。譬如我一月的時候就話希望所有來港班機都可以健康申報，其實很簡單嘅。而家是3月8號啊，阿局長話3月8號先至正經去做，咁市民其實好唔理解嘅，點解好似一啲好簡單嘅嘢可以早啲做，做咗點都好過唔做啊？咁點解係要逼到最後先做咧？咁樣，同埋大家知道香港呢個情況，今次比其他地方好好多因素啦，包括香港係全民自救，好早期已經個個戴口罩，即係有啲人話唔使戴，但係大部分市民都唔信，都係戴好過唔戴。啊，又醫護又罷工，俾啲壓力政府。去有限度封關，仲有其他都係睇到市民做咗好多嘢。其實如果你話做得好咧，我覺得台灣係做得唔錯。睇埋個人口比例咧，台灣係45單。台灣而家就研製咗啲15分鐘嘅試劑啦。我想問我哋嘅特區政府會唔會即係同佢溝通，甚至咧就係去用呢啲試劑去幫到我哋香港人能夠更快咧去識別到呢、這個。肺炎，台灣又好，香港又好咧，其實勝在乜嘢咧？勝在就係乜都存疑，世衛講嗰啲嘢咧，都唔係信得過十足十嘅。嗰啲咩可防可控啊，有限度人傳人啦、啊，即係唔好聽佢。如果頭先有議員話啲假新聞咧，就真係邊度多假新聞啦、啊？你去睇嗰啲藍絲網啊，最多假新聞，關於呢個武漢肺炎呢個問題，咁咧。其中一個我質疑咧，就係話而家咧就好似內地，譬如廣東省，我睇啲數字啦，近日咧就甚至係零新增個案嘅。呢啲數字我都係傳言，我想問下局長有冇傳疑呢啲數字？即係我都問過好多人話啊，可能其實佢哋嗰啲測試劑唔夠啊，或者嗰個拎曬去武漢啊，咁嗰啲所以咧就未有新嘅，即係可能都唔代表佢真係好安全冇嘅。有市民有傳聞就係話會唔會？政府而家已經係鋪排緊，想放寬內地某啲省市嘅來港限制，即係見到譬如廣東省話佢如果一段時間係零新增啦，就會防咧。咁呢個所以我就問局長係咪完全盡信呢啲數字，或者呢啲數字有冇再分析過？局長嚇，佢兩個問題，咁啊三個問題，試劑嚇，仲有啊，你對於嚇外地啊嘅一啲數字，係咪諗住放寬一啲部分省市咧會？即係譬如美國啊，咁有啲地方啊，唔係美國啊，講緊啲廣東省幾日都零感染嗰啲啊。哦，即係廣東省零感染嘅，你有冇存疑啦嚇？其實我哋一路咧都係由開始個疫情到而家咧都係嚴陣以待。我哋亦都即係除咗係留意內地嘅數字之外咧，而家咧外地嘅數字咧都係非常之關注嘅。咁至於同內地嘅數字同埋聯繫咧，其實我哋都同佢哋政府嚇，同佢哋嘅衞生健康委員會、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一直咧都係有聯繫，亦都當然我哋除咗世衞嘅發表嘅一啲嘅報告啦，我哋自己嘅專家嘅委員會咧，其中有兩位專家咧都有參加最近咧係去
世衛同埋咧，佢哋係內地咧係開咗一啲嘅會議嚇，咁嗰度咧亦都係翻嚟咧，亦都係俾到資訊我哋嘅。對於而家內地嘅情況，當然佢個新增嘅數字咧係即係減到好低啦嚇，同埋咧係某一啲嘅省市咧甚至乎咧係冇新增數字。咁但係而家佢哋亦都係啱啱開始復工，咁所以我哋咧都繼續咧留意翻嗰個整體嘅情況，同埋而家內地咧亦都係有一啲輸入個案嘅，咁所以其實全球個整體情況咧，我哋都係密切監察。咁主席可唔可以一句，係咪暫時未有放寬內地省市來港嘅限制？武漢湖北省嘅居民咧，其實就如果係嚟香港，而家都係唔可以嚟香港啦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另外咧就係而家我哋如果內地嚟嘅係過去14天係去過內地嘅所有嘅省市咧，其實都需要咧係一個強制嘅家居嘅，即係一個強制嘅一個檢疫嘅一個安排嘅。咁呢個措施咧仍然咧都係繼續嘅。咁至於試劑嗰度咧，其實我諗本地咧都有唔同嘅地方啊、大學啊，其實都有一啲試劑嘅研發。我哋亦都係最新嘅資訊都係有交俾醫管局咧，佢哋都喺一路咧係喺度睇緊嘅。咁暫時咧，而家咧我相信我哋嘅實驗室咧，對於而家我哋現行用緊嘅一啲嘅方法咧，係去測試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咧，其實呢個咧係覺得係暫時咧係覺得係最穩妥嘅。